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啊！最近这两年呢，润学啊开始兴起了，就是说如何跑路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翻墙嘛啊，都说国外民主好啊啊，国内不自由啊，想方设法都要跑路跑到国外去吧，啊不管说是哪一个国家，只要能够逃离中国啊，那就是成功的，所以说就兴起了一个润学啊。今天呢，不讲欧美啊，因为有很多穷人吧，或者说。 自身条件啊不够移民欧美，他们就转而去一些东南亚一些地方啊往外跑。其实，在早几年前吧，我也听说过啊，那时候是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有朋友他们就是跑到哪里啊，呃，缅甸去旅游啊，因为当时在缅甸啊北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当地是有什么呃旅游啊、赌博呀？ 啊，还有一些色情行业啊，就是说当地是军阀林立嘛，呃，当时呢是有一些啊，这个导游啊是专门做这些生意的，哎、呃，那些人呢就是跟团去呢，呃，就是说是旅游的，是消费的，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但是最近这几年感觉这个环境就越来越恶化了，也跟这个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吧，就是说想合法的。 安分守己的赚钱越来越难了，所以说这个社会啊，社会运转越来越倾向于那种啊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最近这几年吧，在缅甸北部爆出来越来越多的那个什么电信诈骗呀、绑架也特别的多啊。这几天呢，又发生了一起，是在三月十六号，是在缅甸的掸邦啊，一名中国籍啊商店的店员被绑架，然后呢？ 细节啊，这里有这个超市啊，这里还有视频啊。这个女的被绑走的时候呢，说啊，我还有两个小孩在这边呢。啊，随后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馆证实了该女子被绑架的这个事这件事情啊，已经上报上级部门进行处理，并督促当地警方尽快破案。 然后这里说啊，目前案件尚无进展，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缅甸的掸邦在什么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啊，就是缅甸的东北，呃，东北部啊，位置呢是在这个大其力啊，大其力呢也是跟这个泰国交界啊，这个位置啊，这里啊，这里有一个大其力啊，是在这个位置。 被绑架地点在这里啊，像这种被绑架的，然后让他们去搞诈骗的这种事情，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啊、呃，这种什么电信诈骗啊，就是屡屡上新闻啊。这里说这个缅信的电信诈骗啊，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啊。曾经的缅北毒贩遍布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滋养着当地的军阀和犯罪集团。 随着湄公河大案之后，各国加强合作，加强打击力度，毒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风险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于是新的犯罪模式——电诈园区就出现了。哎，每年在全国各地被诈骗的人数不胜数，数不清的人被骗，家破人亡啊！这里呢，你看看，这是缅甸东部的妙瓦底啊。妙瓦底在什么地方？在缅甸的东部啊。 也是跟泰国搭界啊，这里啊，有没有看到“妙瓦底”这三个字啊？这里啊，这里，这也是一个啊，有很多那些电信诈骗园区在这个位置啊，这是跟监狱一样啊，周围的人荷枪实弹啊。 这里的电诈园区建筑风格明显好于周围其他建筑，高高的围墙将整个园区包围，围绕一圈的电网比起监狱来没有什么不同。不时有持枪的人来回巡逻，啊，里面只有两种声音：诈骗成功的礼炮声，还有因为逃跑或者完不成诈骗任务被毒打的哀嚎声。啊，这里说啊，生不如死啊，电击、割舌、活埋、拉腰子。 活人生不如死啊！这个之前呢，我是看过一些视频那视频确实是啊惨不忍睹，确实是不忍直视啊。最近呢，这是关于啊一名中国女子。那在这里我就想了，为什么说中国的不断的被骗呢？啊，不断的出事儿呢？啊，那在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别人的啊转述，说是在。 曼谷的移民监狱里啊，曼谷是在，呃，泰国啊，遇到了大批的印度人，他们很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政府向妙瓦底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无条件释放所有的印度公民，他们将派这个轰炸机啊，派战斗机战斗机啊，轰炸妙瓦底所有的电信诈骗园区，正在全部释放印度人。以上情况如有半点虚假，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啊，这是姓卫林，是事业有成的商人，被骗到缅北之后九死一生才逃回国内啊。这里说的是什么情况呢？是印度在缅甸的妙瓦底被绑架之后呢，印度就向缅甸施压，你不放人我就要派轰炸机了，我去轰炸园区了，那你放还是不放？然后呢，当地的政府就跟啊那些军头啊军阀协商，你得放人呢。 你不放人的话，人家轰炸机就开过来了呀！你缅甸你肯定打不过印度呀，印度是吧？你再说什么印度阿三不阿三的，但是人家军力肯定要比这个缅甸要强吧？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国家这种国防军这种军方出来来处理这个事情，你你敢不去那个啊？那当地的像缅甸，它也是各路军阀林立啊，然后呢也是。 啊，互相都有啊利益上的来往，那这样的话呢，哎，就要放人。那算来算去啊，像这些在缅甸的人，他们就是搞来搞去骗人啊，绑架印度人啊，得罪不起啊，包括其他的那些白人，那也得罪不起，怎么办？那只能够瞄准这个中国内地的啊这些人，让他们啊把他们给骗出来啊。其实吧，以我个人的价值观点啊。 在缅甸这些地方啊，你要是搞一些什么啊捞偏门的生意啊，你开赌场也罢，你开鸡店也罢，你是卖面粉还是卖冰糖啊？这都这怎么说呢？有市场就有需求啊。这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赌场人家愿意去赌啊，那个鸡店人家愿意去啊买春啊，人家面粉冰糖有瘾君子愿意去消费。 说这个起码来说，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社会秩序吧，不会造成恶劣的影响。那实际上你自己控制不好自己呢，对吧？但是像这种绑架、这种拉腰子做血奴，哎呀，抽血这种，那就有点太恶心人了啊！所以说那句话怎么来说啊？就是“微邦不入啊，微邦不入啊！”你要说这个缅甸、泰国当初什么样呃。 国共内战的时候啊，国民党那个李弥下边的九十三师啊，就是退啊，被共产党被共军打到缅甸内部啊，占领的领土呢，大概是三个台湾岛的面积啊，一支残军占领了三个台湾岛的面积，这也是呃，现在缅甸那些华人军阀的就是原型吧。 后来这几代人发展下来，就可可能就是各种分化、各种瓦解，各路拥兵自重，就形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军阀林立啊。有的亲共，有的啊不亲共，有的呢是入了这个泰国的国籍啊。就是说，当初啊，不管是缅甸还是泰国军方去剿灭这些军阀，剿不掉，啊，整缅甸的这个国防军去打这个国民党的这么一支残军，还打不赢啊，还。 结果那个这个残军还是越打你自知死地而后生嘛，你看一看那部电影啊，叫《异域》啊，就山川异域那个异域啊，这里就讲述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呢，就是很多人就是规划了嘛，比方说在泰国啊，泰国呢本来也不愿意去接收这些人，就说呀、啊，你们这些军队啊，帮我们去消灭游击队，消灭之后呢，我们就让你们入籍啊，然后又。 那些残军呢，以非常啊惨痛的代价打赢了这场这场战争啊，消灭了当地的啊游击队，然后呢就是宣誓啊，就是说呃加入啊效忠啊泰国皇室啊。你如果说有人到呃泰国北部啊，就是经过缅甸到泰国去旅游的话，有那些很多村子里面啊挂的旗是两面旗，一面是青天白日遍地红的旗，一面一面呢是泰国国旗啊，然后呢是。 一方面是用汉字写着啊，什么什么什么，不光是汉人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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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君的后裔啊，然后还宣誓效忠啊泰国啊，这是一段带血的历史啊。当然了，就是说到现在啊，缅甸北部跟泰国北部可能很多地方都还不太平，呃，想要就是说去旅游的都要避开那些地方啊，到一些。 自然好的地方去啊，泰国呢其实也是一个，呃，就是说生活生活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你得选对地方啊。我就认识一些人在泰国生活，他们就觉得很爽，啊，到了泰国去都不都不想走了。啊，但是呢，没有地方是天堂啊，泰国不是天堂啊，缅甸呢也不是天堂，而且现在缅甸呢也在打仗，啊，就是说想润的想跑的，得深思熟虑啊。呃，节目做到这里呢，咱们下一个要聊的就是说。 哎，为什么说绑架中国人啊？就是你中国政府不作为啊，不作为啊！你要说有些人他往外跑啊，贪官污吏啊，双规了，或者说是东窗事发了，或者说政治站队没站好，遭到就是说这个政治权力啊失败了，斗争失败啊，然后跑路。如果说是一些贪官污吏，你跑到了缅北，缅北地区被绑架了啊，被拉腰子了，我觉得都活该啊！毕竟在国内都是作恶，国内。 贪官污吏啊，那就是你报应嘛啊！但是有很多那些好人呐、啊，啊，无辜的人呐、啊，啊，或者说是无知吧、愚昧吧，怎么样？但是就是说被忽悠几句啊，跑到那边去被绑架了，然后又女孩子就是被逼着去啊，去接客，男的就是被逼着让他们去做电信诈骗，你完不成任务还要拿电击枪电你，这就是太那个了啊！所以说呀、啊，这个润啊，这个跑路啊。 哎、嗯，你要说这个啊，普天之下啊，世界之大，想要有一个立足之地是很难的啊。嗯，同时这也能够证明中国政府他对于中国公民啊，他是不关心的。哎、啊，什么公民啊？你看你身份证背面，那是居民啊，不关心的啊，你们的死活关我什么事情，是吧？印度人在缅甸被绑了，那印度印度军方要。 哎，我要轰炸你，你不放人的话，那但是中国的公、呃、居民啊，中国人在缅甸被绑了，那可能这个这个这个还要再威胁你，还要再吓唬你，说还还不管你啊，活该，谁要你往哪跑的？想我救你没门啊，或者说，或者说是什么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影响不好了，或许才能够啊，通过一些军军方的，或者说是通过一些政府层面的运作呀，啊，运作一下。 中间又不知道得花费多少成本，啊，消耗多少时间跟金钱，人又不知道受多少罪才能被救出来，啊，所以说呀，啊，战狼啊，这个时候你呼叫战狼，战狼这部电影啊，战狼一、战狼二票房几十亿啊，啊，把多少人忽悠的热泪盈眶啊啊，后来又有《流浪地球》是、啊、吧？看着电影都看高潮了，啊，中国牛逼啊，中国科技牛逼，中国电影牛逼，结果中国人。 这个什么一旦出事啊，就没人管没人问了啊！对了，话里说到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就是在中非啊这个国家，一个金矿好像是啊，我现在我搜一下这个新闻，好像是中非金矿。 中非金矿，然后就是啊，中非共和国金矿遇袭，然后呢是九名中国人丧生啊。这里有新闻，咱们可以稍微过一过。中非共和国境内的一处金矿遭到袭击啊，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曾习近平呼吁严惩凶手啊，这是在位于中非的班巴里啊，事发地点是。 距离白马里是大约二十五公里的黄金海岸集团经营处的一处矿场啊，受害均为中国工人啊，怎么受害人都是中国的居民呢？哎，刚才说战狼，你要是把这个战狼的情节套到这个缅甸、套到印度、套到泰国，好像不那个。但是你看战狼这部电影里面讲了非洲的事情啊，啊、哎，在这个时候你要是举这个中国的国旗，哎，你千万别举啊。 我在这边有之前有朋友，他们跑到这个非洲去考察市场，考虑要不要在非洲投资做生意，去了一趟，啊，感觉这地方不太平啊。日本人可以去啊，白人可以去啊，唯独中国人不能去啊。就是说，白人走到大街上，那一个人安全的很。为什么呀？如果说当地的黑人敢去绑架抢劫白人，马上那些。 那些什么，不,不管说是西班牙语国家还是英语国家，那些领事馆马上就施加压力。你要是再不服的话，我可能我就要自己的国家派出呃一些武力来去拯救他们的公民啊。而日本呢也是受到尊敬的，韩国也是受到尊敬的，唯独是中国人啊，三五成群中国人才敢上街。你要是单独单独的黄面孔，那肯定被抢。你还亮中国国旗，像战狼那样，你把中国国旗举在手上。 啊，你在非洲，你你,你一辆国旗肯定被抢，是吧？如果说一个人上街的话，这就是啊，这个战狼不战狼啊，一想一想多那个啊。所以说，咱们节目做这里得想一想，作为一个，哎呀，中国这片土地上啊出来的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啊受尽了屈辱，受尽了屈辱？ 归根结底啊，你说他们背后啊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哪怕是一为台湾人，也，他们背后也有台湾政府呀，也有蔡英文政府呀，啊，怎么就中国的人民最不值钱？中国这个五星红旗这个的护照怎么就这么容易啊遭遇绑架、抢劫啊，各种不公啊，各种凌辱啊？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咱们也就是说这么一个事情，怎么解决？哈没法解决，咱们就聊这么一个现象啊。总之，想往外跑的一定要啊选好目的地了，或者说你得考虑好，外面的世界真的好吗？好吧，那就先说这么多，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